下巴嘞，这里呀、啊，下巴嘞，这里呀、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要走路去吃饭了。我刚比完赛，下次换我。对，下一场就是我的。桃园市长杯。对啊，他、啊、差一点点啊，被叫到，然后又没有。最后又对，最后又没有。他原本说我有前六话，又突然说没有我，叫我回去。对啊，很乌龙。对啊，但没关系啦，反正我第一次嘛。啊，现在我们要去吃晚餐。对，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嘉义吃爆之旅。嗯，爆吃。我们这一支 vlog 就会记录我们到底在嘉义都吃了些什么。对，没有错。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我们等一下去吃很多很多的东西。没错，而且我们也没有强迫一定要吃到五碗。对，就是吃开心的，吃不下就不要再吃了。对。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先去吃一家寿喜烧，吃到饱。对，全台都有。对，比完赛第一餐。开心吗？其实蛮开心的。他刚刚就吃鸡排了，他老板帮他抢的鸡排。对，鸡排，然后还喝了学妹给我的珍奶，然后学妹还有给我蛋糕跟吐司，我晚点再回去饭店吃。太多了吧？对啊，谢谢学妹。顺便在这里说一下，谢谢所有传讯息跟来现场看我的人，虽然我没有得前六名，但还是很谢谢你们帮我加油。嗯，我下次会更努力的。嗯，但他这个比赛真的很奇怪，他一定是一开始的名单就已经确认好里面有谁才会去唱名，最后才又改一个新的名单，然后说哎、欸、这一两个还是两三个要换成其他的。对，他那时候原本是已经就是叫有叫我，而且他那时候只叫六个，他不是先叫九个然后再叫三个。对对对对，他是一开始叫的那六个里面有我，这样真的很奇怪。对啊，反正也没关系，他都过了就比赛啊。是啊，好啊，大家就期待我们先去吃我们的寿喜烧吃到饱吧。 GO！我们到吃饭的地方了，我们要点餐。Oh my god， 我超级久没有喝奶茶。终于吃到有味道的食物了，我已经两个月吧没有吃有加盐巴的食物，好感动哦！明天应该会肿得很像猪，是吗？好吃啊！我不是前几天，我也觉得好好吃。我们的第一餐吃完了，嗯，对，爽，嗯。开心，第一餐吃吃到饱。对，那就期待我们下一餐会吃什么吧。Go！ 嗨，大家，我们吃完寿喜烧，然后回到饭店了。然后我现在要来吃甜点，甜点就是今天来看我比赛的朋友帮我带的，就是喝到一半的珍奶，然后他帮我带了一个什么炭烤吐司吧，然后他跟我说里面是包巧克力布朗尼。他买了蛋糕给我，长这样好漂亮哦。这家蛋糕店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家蛋糕店叫做猫尾巴，然后它是嘉义很有名的一家蛋糕店，然后我之前常会去买他们家的那个泡芙，他们家泡芙是一出炉然后就会马上卖完的那种，大家如果有来嘉义玩可以去拜访一下这家猫尾巴。嗯，它是吐司包布朗尼，好像没什么，就是正常的吐司包了。那我来吃一下这个蛋糕，这蛋糕感觉蛮好吃的，好罪恶蛋糕，全部都鲜奶油，这就是我等一下要吃的，我会默默的吃完它们。他在耍废，我们等一下直播聊屁股。9:55，然后我们走在那个嘉义的街头，对，我们在找寻有什么东西可以吃，让大家看一下。麦当劳关了，我原本想说如果没有东西吃可以去买麦当劳，结果麦当劳关了。阿姨，你不看一下有什么好吃？有可能会没有收获然后就回去。
之前都来这家，怀念。好吧。Usually go way too much pride, but for you I put it aside. Cause I can't see you with nobody else. It would eat me up alive. It would eat me up. 我之前会买那个冰旋风买一送一，然后去上面吃。我想起来了。对。然后那阵子很常有那个 app， 对，都是冰，都是冰旋风，对，都冰旋风，因为那时候蛮因为学生嘛，对，就蛮可怜，我们钱都花去买吃那种大餐，对，然后有时候没有钱就趁那个买一送一，对，然后这边。大家，我现在吃麦当劳，好爽哦。我买了几块薯条跟一杯饮料，超久没有自己吃麦当劳，然后可以点薯条跟几块。我之前吃麦当劳都点沙拉，最可怜那种。开心，我要把这些都吃完。但我真的只有这几天会这样啦，我之后就不会这么夸张。好爽好爽好爽，希望明天脸不要过肿。 Tomorrow 我跟大家讲，我今天脸超圆，你可以对比跟我比赛当天的脸，然后整个水肿。下巴咧垫底下，下巴咧垫底下。哦呦，昨天吃太多了，太咸了，整个大水肿。我们今天要出发去我以前的大学吃早餐。所以现在已经快10点了，我怕我们太早起，去到那边的时候，就是只能吃早餐，就不能去体会我们大学生活。我们是中午去吃早餐。对，所以就是故意睡晚一点。我们是故意的，现在是7点。对，我们绝对不是睡过头。对。Yeah, go. Go. 那我们现在到了中正。对，吃早午餐。对，因为中正附近超级超级多早餐店，然后很多家都是我们很喜欢吃的。嗯。然后我们选了一家我最想吃，其实我最想吃的是另外一家，但是那一家他不喜欢吃。对。所以我们就选另外一家。哦，好热哦！太阳超大，像那个，超大。所以继昨天一直吃之后，我们又要继续吃了。对，然后我们这几天就忽冷忽热。对，真的忽冷忽热，现在超级热。对，好啊，就去吃吧。Go. Usually go way too much pride, but for you I put it aside. Cause I can't see you. 背光请大家见谅。来这边就是要喝他们的可乐。那可可超级好喝，然后还有他们的那个什么河粉蛋饼，还有一个叫什么虾包三明治，对，三明治一样。然后我们点了一个河粉蛋饼，然后一个牛宝宝，一个虾包三明治，然后两杯花错的奶茶，对，没有，是可可呀，可可呀。然后趁他去点餐的时候，讲一下我们的睡眠。我们这两天都睡得还不错，因为那个床跟我们家差很多，比较硬一点，睡比较好睡，睡蛮饱，然后就很爽。我们点这样子刚刚好200块，超便宜的。那边那一家是那个法国，我们之前有在那边炒过家，那个就是学生时代大家很爱吃的臭豆腐。我一路从湖尾吃到阿门东城都还在吃，然后旁边那个是他们传说中的咖啡厅图书馆，他们都在那边读书，然后听说什么在里面不能发出很多声音。那你们看到这么荒凉，没有错，中正就是这么的荒凉，好山好水，对，没有水。我们的食物都来了，就是牛宝宝，它是用那个起酥的面皮。它是我的河粉蛋饼，我是它的那个什么沙包三明治，他们的特色就是会把面包烤到很脆，然后里面的那个酱很好吃，就是可可就是超浓超好喝，你可以什么都不点，然后就只要一点，对。
You won't catch me interested. I'm way too selective. But you're catching my interest and it's working so effective. Got me seeing colors. 拿出来要去练的，你要去他们的健身房。然后我们会去另外一间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你们怎么都打那么大折？哦，大家，我自己打一个大折多少？我昨天上男装，然后底妆上太多层，然后皮肤整个闷在里面，就长痘痘。我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在抠它那一颗痘痘，不知道还没有发现。我有发现啊，我们吃完的，然后就去他们健身房。我们去完健身房，然后就会继续去吃东西，所以就是吃。然后晚点我会去湖北那边吃一些民间美食。练完了，对，现在又要开始吃了。对，我们要北上去云林啊，我要先去那个古坑看一下我的老家，算我老家吗？阿公家。对，阿公家。中正大学最有名的就是地很大，对，想怎么走就怎么走。超大，你看这样，整边下去。好，那就 go go。Yeah, I want it, want it, want it. What does perfect even